一代哈，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最佳的男主角金郎志良先生，好，进场。学长幽默风趣又温柔体贴，难怪也被赢得我们淑萍的青睐，抱得美人归。好，现在最温馨、最感人的时刻到了，这扇门打开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最美丽的新娘淑萍进场，来来宾请掌声鼓励。那淑萍的爸爸挽着我们的淑萍。一起步向人生的另一个重要的阶段，我们的新娘美丽动人，落落大方，难怪我们志良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这么早的才结婚了吗？真是没有话说。从小淑萍就是我们的爸爸的大手。在这段成长的过程中，幸好有爸爸温暖的大手呵护，让我们的淑萍能够平安快乐的长大，蜕变成今天最美的新娘。现在，爸爸一样要牵着淑萍的手，走向人生的另一个阶段。志良也要好好的珍惜、爱护、守护我们淑萍的一辈子。大家给予这对新人热烈的掌声，祝福他们。好，现在谢谢淑萍，好吧，将淑萍交给志良，从爸爸的手中接过淑萍，相信我们新郎志良会将您的这份疼惜、爱护淑萍的这份心，继续的传承下去。爸爸放心，那也让新郎新娘给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来来一起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爸爸哈，我们最后也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淑萍爸爸。那也请爸爸先回座休息。好，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要即将开始。来，新人要步向舞台，看着志良和淑萍两人携手的走向舞台这一端，十分的恩爱甜蜜。未来两人之间也要用关心、分享、体贴、包容以及互信、互谅、互爱的态度，一起共度未来的人生。相信我们这对新人能够坚定的布局，并且祝福。携手同心，共同走过生命中的每一时、每一刻。各位嘉宾，举起你的双手，热烈的掌声鼓励，将您对志良以及淑萍的祝福，透过掌声来带给各位新人。掌声越久，也代表大家对各位新人的祝福就天长地久。请热烈掌声。谢谢。现在我们邀请